开什么玩笑？那可是我教出来的徒弟，怎么会差？他们都是有信念的少年郎，必能改变这污浊的世界。你就别担心这些事了，乖乖等我。 我去接。你好自珍重啊！你一直在嘀嘀咕咕些什么呀？驾好你的车。哦，木头，你的老熟人来看你了。凌云公子，我以为那日之后，我们便不会再见了。我一直忘不了那日的剑，今日来，既为师父，也为你的剑。得。 这儿我最多余，你们叙旧吧，不打扰了，告辞。有些事太执着，会死。命书上说，我一生壮志，空负凌云，死而不得其所。今日若能与你一决高下，死便死了。不愧为凌云，那就如你所愿。 洛轩，快看快看，宣布他的傀儡，你是第一次见吗？10年前南绝内乱，暗河有一绝顶杀手深入皇宫，在万千禁军中如入无人之境，用的便是这傀儡之术。哦，他就是暗河的勾魂使穆银针。哼。